好，接下来我们来找下一个，来，宝宝拿一个，一次一个，这个好来，你有找到一样的吗？有吗？我看，这叫什么？大卫，大卫，大卫是什么？宝宝看一下。成为君王的牧羊人大卫，好，大卫放上去吧，放上去吧。爸爸，哎，好，我放这边。这个人呀，这个人呀，好，放这边。都放那里。都放那边，好吧，放这里。这样好吧，这样好了吗？放好。那爸爸要找下一个了，我要找下一个叫歌利亚，歌利亚叫非利士的巨人，歌利亚，非利士的巨人。在摆了，非利士的巨人，所以他是一个巨人，所以他跟那个什么大卫一样的颜色，表示这两个人是在同一个故事里面的，你知道吗？这两个都红色，有没有？都红色。来，铃铛，你找一下歌利亚，这里有没有找歌利亚？找一下，这边。这边有歌利亚，去找英文版的歌利亚出来。一样，耶！非利士的巨人，好，摆上去吧。嗯，你找到了，歌利亚。不会哦，来，爸爸教你摆，摆这边。Goliath， 歌利亚的巨人 ，Goliath， 歌利亚，大卫 ，David， 宝宝要拿下一个了，下一个在这边，来，你给照相机看一下。到了吗？一样哦。这个是什么？我看一下，爸爸告诉你，姨嫂，他雅各全身有毛的哥哥，姨嫂，姨嫂，好，放好吧，来，这样放好。姨嫂，姨嫂，这样子放啊！姨嫂，歌利亚全身有毛的哥哥，这样可不可以？好嘞，好好，最后一个了，找完我们要睡午觉了。叮咚，雅各，他就是蓝色的，跟雅各就是刚才那个姨嫂啊的弟弟。他就是姨嫂诡计多端的弟弟，所以姨嫂诡计多端，心眼这样，雅各全身有毛。我打大巨人了。对，这个放这边，来这边，这个放这边。姨嫂跟雅各，一个是哥哥，一个是弟弟。一个全身有毛，一个诡计多端，这样 OK 哦。那你再把那个 Eve 就是夏娃 Eve， 爱情女人。